记得我们在上次演出的时候有个约定吗？上次谁不在现场？乃馨学姐、郑楠学长和楠楠，逃不掉的。楠哥太难了，楠哥。真难，真难，真的难。谁叫我是小憨憨？啊！正南正南真的难，谁叫我是小憨憨？哇！哈哈哈哈！为难学长了，对不起。既然这么上头的话，咱们利路修设计一个好不好？Oh no！ 现挂，新阳。这有一根小利剑，射向你的小心尖。能否回家就看现在，快上上。这是一个小雷剑，还有后半句射向你的。这个不是我的风格，不好意思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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